发脾气，对不起，原谅。那我若是不原谅呢？辣木烟花，只为你放。喜欢，喜欢。我答应了唐儿要替他遮掩行踪，可究竟该如何做呢？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奎儿已经见过叶檀，还知道了火药的事。我还有公务在身。不这么着急吧？我也不想走啊。要是有别的意趣，我就不走了。大人啊，